今年那个美国大选吧，双方都在用那个司法手段打击对方啊。民主党是直接打击特朗普本人，共和党呢是集中打击那个拜登的小儿子亨特·拜登。那么现在因为那个特朗普当选了嘛，所以美国司法部已经开始考虑啊，撤销对他的指控。那么现在这个压力就到了这个亨特·拜登这边。那么现在我看好几个媒体都问过那个拜登总统，说会不会特赦他儿子啊？那么至少他的幕僚是说这个他不考虑坚守法治原则，但是也有传言说这个特朗普上台会做人情，他来赦免，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有可能性吧。因为那个拜登这一次是被逼宫下台的，对吧？然后特朗普如果赦免他儿子，一个是显示他大度啊，宣传上他可以得分，还有一个他可能会制造民主党内矛盾的，对不对？拜登这一派跟那个逼他下台的，像什么奥巴马呀、希拉里呀，矛盾会上升呐、对以后啊这个两党竞争他有好处，所以我的感觉就是这个大概率吧，拜登不会赦免。然后等着那个下一任总统来赦免。拜登总统呢，作为民主党人，我觉得当然希望他自己上台了，是吧？因为那个一般来讲，做总统都希望那个完满的做完八年嘛，结果他四年是吧，被迫下来，他心不甘情不愿的，对不对？而且呢，那个很坦白讲，就是他被逼下台的，整个民主党操作也有问题，是吧？这个就是包括提前进行的这个辩论吧，他都没有准备好就被辩论了，所以辩论一下让他民意支持力下滑嘛，那么党内就借此压他，其实他是带着怨气的，我想他内心肯定是不愿意特朗普上台的，但除了这个结果嘛，就跟他没关系了，是吧？因为败选责任是哈里斯和党内其他同僚，所以他压力倒并不大。这个其实对美国是个好事儿，他作为现任总统嘛，他承诺要顺利的交接班，对吧？这个对他那个权力平稳过渡是有好处的。联邦层面，这个特朗普的司法麻烦就告一段落啊。美国司法部已经很认真的考虑怎么撤销对他的指控啊。因为联邦层面是两项指控嘛，一个就是说他煽动了2021年1月6号的那个国会暴动嘛。另外还有就是欺骗，那个这两项指控都是很严肃的，知道吧？所以他的当选是吧，联邦司法部就撤销了，所以联邦层面的司法压力暂时没有了。那至于说州里面肯定还有，民主党那些州我觉得还会继续，但是因为那个特朗普已经赢了啊，而且国会两院都在共和党手上，我估计国会两院的人呢、这个会对那些州施加压力，而且会通过那个高法最高法院施加压力，所以我的推算就是民主党的一些州呢，他不会轻易放弃，他会抵抗啊，继续起诉特朗普，但是因为这个共和党方面现在优势比较明显啊，大概率是可以压制一些抵抗，就是西方人一直标榜他是法大于这个政策考虑啊，但是从美国最近的这个表现来讲呢，就是其实是偏离他这样宣扬的一个形象的，两边啊，在过去一段时间大选当中，两边都是用司法手段打对方嘛，原来他标榜的司法中立啊，其实是不存在的，是吧？那么随着这个特朗普当选呢，你看那个司法部主动啊撤诉嘛，说明这个从书本上讲，法大于政治，现实肯定是政治大于法的。所以了解美国不能光读他的书本，是吧？还得看他的政治。